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旅非华侨工商联总会 Philippine-Chinese Commerce and Industry Overseas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and Philippine 南安同乡总会 Philippine Lam An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The bicameral conference committee has approved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Bayanihan to recover as one act or Bayanihan 2. 菲律宾国会批准1400亿批索复苏法案，总统府表示感谢。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waives phase 4 clinical trials for COVID-19 drugs and vaccines. 非卫生部将不再针对新冠药物和疫苗进行第四期临床试验。Increase in COVID-19 cases is due to genuine surge, not the Philippines' testing capabilities, according to experts. 菲律宾新冠阳性率平均为 9%, 八月底预估病例达22万例。Postal Service will prioritize ballots over other mail, Postmaster General testifies. 美邮政局长称，邮政部门能保证安全及时投递大选选票。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旅非华侨工商联总会 Philippine-Chinese Commerce and Industry Overseas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and Philippine 南安同乡总会 Philippine Lam An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Enjoy China's scenic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Uni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UniOrient is a trusted name and is the pioneer of China tour packages in the country. The next time you plan to visit China, check out the affordable tour packages of UniOrient. Japan Parts Trading Center, dealer of a complete line of automotive and industrial bearings. Contact them at 255-7777.Want fresh quality seafood minus the hassles of a wet market? Then go to Cold Storage. With branches at Wilson Street, Green Hills, Banaue, and Carvajal Street, Binondo. The Bicameral Conference Committee has approved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Bayanihan to recover as one act or Bayanihan 2.菲律宾国会批准1400亿批索复苏法案，总统府表示感谢。据菲中网报道，八月二十日，两院会议委员会已经批准全国互助抗疫法第二版的最终版本，只剩下杜特地总统的签字就可成为法律。参议员安加拉表示，参众两院已经同意设立1400亿批索作为常规拨款，并在有现成资金的情况下。额外设立250亿批索的备用拨款。总统发言人罗克对此感谢国会与行政部门的合作，并称非常感谢参众两院快速通过这一法案。罗克表示，国会最终批准的总拨款金额大概在1600亿批索，而总统府之前提出只有约1400亿批索，但两者相距不大。全国互助抗疫法的第一版本于6月30日失效，该法案赋予杜特地总统相关特权来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病，从而为采购必要防护用品和药品调整国家预算，并跳过法律规定的采购程序。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德里隆早些时候曾透露，参议院向众议院无法就向旅游业提供100亿批索的援助达成一致意见。他补充说，两院会议委员会批准的最终版本保护用于旅游业的100亿批索拨款，其中60亿批索将作为向非贸工部小企业下的旅游业微型中小企业提供的软贷款，30亿批索作为非劳工部向流离失所的旅游业工作者提供援助。
剩余十亿批所作为非公造部的旅游基建项目。CNTV 综合报道。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waives Phase 4 clinical trials for COVID-19 drugs and vaccines. 非卫生部将不再针对新冠药物和疫苗进行第四期临床试验。据菲中网报道，8月21日，菲律宾卫生部表示，该机构将取消针对新冠病毒药物和疫苗的第四期临床试验要求，以加快本国对这一流行病的反应。在一份声明中，非卫生部表示，已经就此事与卫生技术评估委员会、非食品药物管理局以及菲律宾医学协会进行详细讨论，并得出上述结论。药物或疫苗的第四期临床试验需要在更大的人群中对产品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在获得批准前可能需要长达数年的时间。在全国互助抗疫法第二版中也有规定，允许任何新冠药物或疫苗免除第四期临床试验的要求。卫生部表示，该机构将转为进行安全性和有效性监测，并保留药物或疫苗接受者的数据，这些人将被告知接种疫苗的风险和益处。非科技部早些时候表示，本国最快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展开针对新冠药物和疫苗的临床试验工作，而大规模销售活动可能在2021年第二季度展开。日本抗流感药物阿维干已经于8月17日在菲律宾开始临床试验，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也正在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团队试验进行。CNTV 综合报道。Increase in COVID-19 cases is due to genuine surge, not the Philippines' testing capabilities, according to experts. 菲律宾新冠阳性率平均为 9%, 八月底预估病例达22万例。据菲中网报道，8月21日，菲律宾前卫生部长埃斯佩兰萨·卡布拉尔和菲律宾国立大学 OCTA 研究员大卫表示，本国新冠病例确实发生激增现象，而不仅仅是因为当局所声称的检测能力得到提高。两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国的新冠阳性率远高于 5%， 在过去2到3周里，本国的阳性率平均为 8.6% 至 9%， 有几天甚至高达 14%。 大卫补充说，如果阳性率很高，则意味着新冠疫情确实有激增的态势，因为即使当局提高检测能力，但如果阳性率控制在 5% 以下，实际增加数量也不会那么多。本月早些时候，菲律宾卫生部表示，本国新冠检测人数已经在东南亚排名第一，因此录得较高的新冠病例。菲大研究小组表示，虽然国都区及附近省份在8月初实施的放宽版加强性社区隔离措施确实帮助减少新冠病例，但该机构的8月底预测新冠病例仍为22万至22.5万例，仅略低于此前的23万例预估。该小组此前表示，当局如果在整个八月实施放宽版加强性社区隔离措施，八月底的累计新冠病例将来到21万例。若八月份完全放弃实施社区隔离措施，累计病例将高达25万例。大卫还表示，尽管目前菲律宾疫情严重，但疫情仍未失控。政府仍能控制新冠疫情的影响，地方政府必须加紧行动，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希望社区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CNTV 综合报道。非卫生部建议地方政府对返乡人士进行新冠快筛检测。据菲中网报道，菲律宾卫生部呼吁地方政府停止对本地滞留人员或居民进行新冠快筛检测，因为该检测方式无法准确检测出新冠病毒。非卫生部副部长维吉尔表示，本地滞留人员在返回各自省份后，应被地方政府安排到隔离设施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他说，新冠快筛检测无法显示一个人是否感染新冠病毒，它只能分辨出人体是否已经具有抵抗病毒的抗体。对于新冠快筛检测的过度依赖，可能就是导致宿务省新冠病毒快速传播的原因之一。非卫生部表示，来自高风险地区的人士在抵达低风险地区后，应强制进行2周的自我隔离观察。无论其是否接受过新冠检测，
来自低风险地区的民众也应接受隔离观察，并在出现症状后应立即接受新冠检测。与此同时，仅是通过该省份的旅行者则只需检查车上人员是否有任何新冠病毒症状。维吉尔解释道，例如来自国都区的居民在抵达某省后应该接受14天的隔离观察，如果14天后该人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他就可以重新融入当地社区。卫生部门保证，当局在展开返乡活动的两到三天之前就会通知相关地方政府机构，使其有足够的时间准备隔离点。 CNTV 综合报道。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as approved a $300 million US loan for the Philippines to support efforts to boost inclusive growth. 亚航向菲律宾提供3亿美元贷款，以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据菲中网报道，8月22日，亚洲开发银行宣布将向菲律宾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以支持当局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努力。这笔贷款是亚航在菲律宾社会发展方面向该国提供的第3笔贷款。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亚航的财政援助将帮助菲律宾政府实施改革，扩大公民获得金融服务的渠道及机会，特别是在该国尚未获得服务的地区。该贷款是通过亚航的普惠金融发展计划次级计划2发放的。该计划旨在支持及帮助国家政府实现与国家金融机构战略相关目标的改革，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加强金融普惠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同时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农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服务提供商的能力和覆盖面。亚航副行长埃哈迈德·萨义德表示，菲律宾政府的反贫困战略旨在为收入最低的 40% 的菲律宾人提供教育、技能和生计援助，从而使他们摆脱世代贫困的恶性循环，并确保所有菲律宾人都是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亚航东南亚高级金融专家凯利·哈特尔表示，这笔贷款将有助于创新针对数字金融的举措，并改善菲律宾社会中贫困成员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根据2017年全球金融调查，就金融包容性指标而言，菲律宾在东南亚排名倒数第一，只有 34% 的菲律宾成年人在正规金融机构有账户。 CNTV 综合报道。 Coming up next, Singapore updates border and community control measures. 新加坡将对部分边境和社区管控措施进行调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Don't change that channel, magbabalik po on CNTV 菲中新闻台。This portion is brought to you by 有利东方旅游有限公司 Uni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JQ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Incorporated 吉桥国际建筑有限公司高层大厦建筑公司重合同守信用。给我一盘炒面啊，那个面要 Q 点啊，味道要刚刚好，还有不要太咸啊，不要加味精啊，不要加反式脂肪啊，也不要加防腐剂啊，不要加人造色素嘞，还有啊，拿去啊。Postal Service will prioritize ballots over other mail, Postmaster General testifies. 美邮政局长称，邮政部门能保证安全及时投递大选选票。据中新社报道，美国邮政局局长路易斯·德乔伊当地时间8月21日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表示，美国邮政部门有能力安全且及时投递此次大选的邮寄选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今年美国两党总统初选阶段邮寄选票比例激增，普遍预期今年大选采取邮寄投票的选民人数将达美国历史最高水平。随着大选的临近，能否保证邮寄选票按时投递成为两党关注的问题。德乔伊当天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尽管邮政部门削减了预算，但仍然确保清点和投递在11月3日大选投票日前7天寄出的选票。他表示支持民众通过邮寄选票的方式投票，并保证选票按时到达是神圣责任。据美国媒体报道，德乔伊在今年出任邮政局局长后，对多年亏损的邮政系统采取多项改革措施，包括减少邮递员加班时长、推行新的邮件分拣和投递政策等。一些地区的邮箱和邮件分拣机被移除，引发美国朝野对邮递速度放慢、邮寄选票投递受影响的担忧。对此，德乔伊18日宣布，在大选投票日前将暂停所有邮政改革措施，为保证邮政部门高效运转。众议院将于22日表决一项预算案，预计将为邮政部门提供250亿美元资金。近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对邮寄选票的投票方式表示反对。他称，如果选民以邮寄方式投票，那些支持他的票会消失，美国将不会有一场公平的大选。对此，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是在故意打压美国邮政，以阻碍公众邮寄投票。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共和党选民更倾向于现场投票，而民主党选民因疫情原因更倾向于邮寄投票。Cntv 综合报道。Singapore updates border and community control measures. 新加坡将对部分边境和社区管控措施进行调整。据新华社报道，新加坡卫生部表示，该国将对部分边境和社区疫情管控措施进行调整。从9月1日起，新加坡政府将允许符合条件的旅客入境后，不必按照居家通告要求隔离14天。他们只要在抵达机场时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且结果呈阴性，就可以在新加坡活动。这些条件包括入境前14天内一直在文莱或新西兰，且搭乘直达新加坡的航班。同时，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长期准证持有者以外的旅客必须在抵新日期前7天至30天内提前申请航空通行证。此外，新加坡政府将把从低风险国家和地区入境的旅客所需完成的居家通告隔离时间从14天下调至7天。这些低风险国家和地区是澳大利亚、除维多利亚州、中国大陆、中国澳门、中国台湾、越南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政府将允许这些旅客在自己的住所完成居家通告隔离。卫生部说，新加坡政府还将对旅行建议进行调整，包括允许赴文莱和新西兰的普通旅行等。新加坡政府对社区管控措施的调整包括要求餐饮场所播放轻柔背景音乐，以避免音量过大导致顾客提高嗓门说话，从而增加飞沫传播风险。另据新加坡媒体报道，卫生部医药总监21日晚在新加坡政府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记者会上说，新加坡在关注疫苗研发与试验进展，并正在与各大制药公司密切合作商讨疫苗采购事宜。 CNTV 综合报道。Russia says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rights to restore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on Iran. 俄罗斯指出，美国要求联合国恢复对伊朗制裁是错误之举。据新华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恢复对伊朗制裁是危险、错误之举且没有出路。声明指出，美方要求联合国恢复对伊朗制裁是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危险之举。美国既已正式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本无权要求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恢复对伊朗制裁。俄方呼吁美方做决定时进行权衡，不要剥夺自己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机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20日致函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正式要求启动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中
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并宣称30天内安理会将恢复以往全部对伊制裁措施。同日，英、法、德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美方要求联合国启动该机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表示，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已放弃作为全面协议参议国的权利，没有要求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的资格。美国要求恢复对伊制裁，完全是出于实现自身政治目的的政治操弄。解决伊核问题靠的是平等对话和坦诚协商，从来不是制裁施压甚至军事威胁。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安理会随后通过第2231号决议，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决议设有的快速恢复制裁条款，如果伊朗被认为违反伊核协议，将自动恢复伊核协议达成之前联合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2018年5月，美国政府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 Cntv 综合报道。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Batanes, Cagayan including Babuyan Islands, Ilocos Region, Cordillera Administrative Region, Zambales, and Bataan will have cloudy skies with scattered rain showers and thunderstorms due to southwest monsoon. Metro Manila and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will have partly cloudy to cloudy skies with isolated rain showers. 大明区今天的温度是26到33度，碧瑶市16到23度，苏武市26到32度，达沃市25到33度。 And that is your latest weather forecast. 我是 Candice Tan 陈静云，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广告之后还有华社新闻，请不要转台。 Magbabalik po ang CNTV. 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旅非华侨工商联总会 Philippine-Chinese Commerce and Industry Overseas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and Philippine 南安同乡总会 Philippine 南安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在当前形势下，只要顾客购买500比索以上，皇庭海天酒楼将提供免费送货服务，让顾客们可以在自己舒适的地方享受他们的招牌菜。皇庭海天酒楼使用他们自己的骑手或 Grab， 顾客可以致电离他们最近的分店。Ambassador Huang Xilian visited the consular office last August 21 to inspect and monitor the work. 8月21日，黄希莲大使赴领侨处检查指导工作。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8月21日，黄希莲大使赴馆外办公的使馆领侨处检查指导疫情内部防控、紧急政见服务工作，并重点就核酸码符合工作进行全面梳理和检查。谭琴生公参、罗刚参赞陪同，黄大使走访领侨处各个办公室，详细询问了解疫情防控各项举措落实情况和疫情常态化形势下的紧急政见服务工作，勉励大家继续坚守岗位，为在非中国同胞及时提供紧急政见服务，为中非之间复工复产人员往来提供便利，同时要加强自身防护，做好内部防控。菲律宾自8月20日起实施赴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使馆承担中国公民核酸码复核工作。
黄大使亲自上机操作，了解复核流程和要点，指出此项工作责任重大，任务繁重，强调非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大使馆房输入责任和压力大，要求大家提高政治站位，发扬担当精神，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措施，堵塞漏洞，提高效率，为回国同胞做好服务，为防输入大局和战胜疫情做出应有贡献。Cntv 综合报道。Dr. James D. and the Chinese General Hospital and Medical Center have been forging ahead together with the Philippines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李冯吴博士与中华崇仁医院与非华共抗疫。据中新社报道，90岁的菲律宾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菲律宾华侨善举总会行政总裁李冯吴博士，与他担任董事长兼行政总裁的中华崇仁医院5个多月来始终走在非华抗疫最前沿。当下新冠诊疗水平是全民关注焦点，崇仁医院应对疫情有条不紊，诊疗效果不负众望，其80%的新冠患者入院，治愈率高于全非医疗机构水平，检测能力亦居非华医院前茅。自4月21日通过非卫生部新冠肺炎检测实验室标准以来，每天为1500名患者进行测试，至8月中旬累计测试70000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后，李冯吴博士即安排崇仁医院速度向湖北捐赠防护物资。3月9日，全非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李冯吴博士第一时间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希濂表示，崇仁医院有一支专业的、懂得中英非三语的医生队伍，可以为华侨华人在非中国公民提供没有语言障碍的专业医疗服务，愿意配合赴辉中国医疗专家组，必要时可将停车场改造为方舱医院服务非华同胞。4月初，中国医疗专家到访崇仁医院考察后认为，崇仁医院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和较高水准的医疗团队，针对新冠疫情所做努力和实际效果值得肯定。个多月的抗疫，崇仁医院与中国抗疫专家远程连线研究治疗方案，与中国医疗专家组密切配合推广中国经验，速度增加新冠肺炎治疗病房，推出符合非卫生部新冠肺炎检测标准的检测中心。8月15日，非华抗疫委启动新一轮救助机制，菲律宾中华总商会以及中华崇仁医院被列入核酸检测组和住院治疗组。在疫情尚不明朗的菲律宾，崇仁医院已成为非华同胞定心丸。CNTV 综合报道。以上是 CNTV 新闻的全部内容。You can also catch today's newscast on our Facebook page, YouTube channel, and our website at www.chinesenewstv.com.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NTV Philippines.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Goodbye and see you again tomorrow. Magandang umaga po. This program wa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旅非华侨工商联总会 Philippine-Chinese Commerce and Industry Overseas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and 菲律宾南安同乡总会 Philippine Lam An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